书生会不会太斯文啊？万一遇到打斗，也不太方便。 这套不错。 青青去哪儿了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从你刚刚换盔甲的时候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在等阿鱼召唤我。召唤你？只要阿鱼放出萤火虫召唤我，我就会立刻到他身边。 但装扮并非重点。什么意思？人间女子最爱收礼物。她若见你，你就空手见她？所言甚是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青青在哪儿呢？ 什么？我发现了，你就是嫉妒我，所以你才会对我各种的嫌弃和打击。哼，你有什么可让我嫉妒的？我跟阿鱼更进一步，你跟青青还猫抓耗子，不见影呢。更进一步，青青已冠上我的姓，而你的阿鱼到现在都还没有召唤你。我该去找他。 送给你了。